分的话是新竹五股高架的堤顶路段，还有一段哦，南下的竹北一路到新竹系统。哎，为什么加那要你办呢？国道一号南下这一段有什么特别状况吗？可能也要麻烦您再帮我们看一下。哦，那这个现在看起来，我真的整个地域40公里时速啊，甚至有时候会走走。啊，我不安乐机。在那个中央，要你也挤歪。从这边开始要往国道3号方向，沿路是缓慢的状态。再来台60公里，在3.5公里的地方，已经过了黄厝路段之后的中间车道。这边是有一个红绿灯，但是如果要被他叫到，天色也暗了，你把灯亮了，尾灯要记得亮，不要忘记啊，外面天色已经暗了，不能下来了，一定要把大灯亮起来，不然前车还在加蓝转特重。不然后续路况呢，麻烦您再告诉我们啊，08:00，0213，有路况。